好，我们看到巨杀那个叫什么龙了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叫什么？沙齿龙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沙齿龙，这个是扩充模组扩充出来的，还蛮赞的。我记得我以前有抓过。哦，哦，来，哇，他的火居然会晕人，哇，速度超快的，完蛋了，完了死。啊！他怎么跑去咬他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攻击力有点母汤啊！哇，出乎我意料之内呢！哎、欸，你不要把他咬死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把他咬死真的不行！哎、欸，速度好快！哦，来！啊啊！要买！好，这个位置棒棒的。哎、欸，他速度好快哦！我记得以前在抓他的时候，速度没有那么夸张啊！我靠，比牛龙还屌 ！Nope！ 完了！我被晕了！哦，活下来了！等！危机四伏，哎呦呀！我记得以前他没有那么不好对付过啊，但现在变好难对付哦。他一个吼我们就晕了哎、欸，那我直接落马。我觉得这应该要把他引到一个比较高的高低差哈，比如说像是前面这个，哦，这个会爬上来的，这个我超级不行。我靠，好快好快！fuck！ 哎、欸，我的老鹰晕了，但我没晕啊他嘞？啊！装备坏掉，你快点醒来，你快点醒来，我要死，快点 ！Oh my gosh！ 千万不要惹沙齿龙，谁都不能他妈的给我来惹沙齿龙！哇，我觉得这样应该这边他应该弄不到我了。哦，我错了，他会绕路。妈的，啊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新恐龙、欸，哎，这是新的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傻、啊，去追啊！哇，跑去咬那一整群了，这个是什么三角龙啊？它的外形那个皮肤，好像皮肤溃烂了，皮肤病的三角龙嘛？哎、欸，它整群的，完了，它被围死了，没得抓了。哇，去了！还是我们改抓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些家伙的攻击力也是神高的呢。重点是这些三角龙撞我还有流血伤害啊！Are you sure? 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、哦、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、啊、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、啊、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444、啊、你们就可以看到、啊、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给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、哦、啊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、使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要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哦，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如果你看到老头讲话正常，然后游戏画面定住哦，那是我的硬碟，我这边的设备问题。好不好？请大家稍微忍忍吧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要我现在重灌，我要花一个小时多重灌，买一颗硬碟，我还要去外面挑。你看，你们就不用看台了，可能就变成是下次的事情了。那吸剑有什么功能？吸剑没功能。我就觉得这三角龙看起来超肥的，矮短肥。这个应该是原始三角龙吧，我猜啦。
我记得他的这个牛龙啊，好像也有别种改，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特暴龙，这个跟霸王龙算是同一个血亲的，这是特暴龙。特暴龙好像比一般的霸王龙还要再小一点点，这只我们可以抓。我没有记错，是比我们还比一般的还小一点啊。可是我必须要先上去，这有点危险。这只是特暴龙啊，咬不到吧？拜托别咬到我！超可怕！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特暴龙咬不到我，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靠腰，哇，他的吼会把人家推飞啊！哎，你不要掉到那一种啊，玩乐啊！他在水里，我怎么抓？大哥啊，出来啊！拿出你恐龙的气魄啊！豹哥，别这样子，豹哥，看啥？看啥？不要！啊！我把你上来，你最好是可以憋气憋这么久啦，我也是醉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在那边装逼没关系嘛？你以为拿水里我就没辙吗？嘿，对，坏掉了，嘿，我没辙了，好不好？你赢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十字弓，好吧？我还有十字弓，行不行？妈，气死人了！我还有十字弓啊！这白目一点没关系啊！好，倒数计时，一颗大腿都让他起来。啊，我丢五块在里面啊，一个。啊，氧气快没了。看来是他吃的快呢，还是他先死呢？选一个，要么就死，要么就变成我的同伴，二选一。啊，他搞不好就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选择死亡。你选择死亡了吗？你看他的表情，我选择死亡啊！那啊，他选择成为伙伴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要不要安？这家伙要安的啦，好不好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受不了！右键是什么？右键就是刚刚那一招把我推飞的那一招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屌？是吉贝龙哦，吉贝龙哦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到时候看有没有类似吉贝龙的生物抓一抓好了，把它丢上去，搞不好是泰克吉贝龙也说不定啊。这是模组的吗？对啊，这个是新物种扩充模组，新物种的扩充模组，咬一下，够，咬不到，哦，是没体力了。我们没有丢肉给他吃啊，非常的不悦。哦，给他吃好一点的大腿肉。吸剑有没有功能？吸剑没有功能。我追不到他，跑太快了。它跟一般的霸王龙一样啊，右键有一个吼的攻击，然后另外一个键是一般键，就是普通啊、哦、普通攻击这样子。
没差多少啊，就是体型比较小而已啊。嗨，你好，这个应该是沙尺。呵，还真是快呀、啊。这只呢，应该也是要按的，没有错，这只是沙尺龙，长得有点像南方巨兽龙，有没有觉得？小南方啊，有没有像小南方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你这家伙，您这个小淘气，你，揍你哦，你坏坏！世界无敌大宕机，这就不太好了。这只根本就是小南方巨兽啊，它的鞍也像是南方巨兽龙的鞍，超像的。右键是晕嘛，对不对？这算晕到吗？好像是哦，站得不动了哦。我可以趁它不动的时候攻击它。哇，还不错啊！我要醒来，要醒来了。然后醒来，然后我再晕他，从头晕到尾，好爽哦！然后前面又一只新的了 ，Mega 绿哇，精英迅猛龙，哇，我怕。这一只好像是异特龙，异特龙的亲戚吗？它比异特龙还小只，吓到吃手手。哎、欸，它不用安呢、欸，死给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，酷，酷炫，酷炫！好，殊不知我们家外面也有一只，一样的吗？哎、欸，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是雌性的。一公一母生小宝宝，要不要？啊，一公一母生小宝宝算了啦。不过呢，快！先杀掉那一只总头龙，杀掉它再说。经验值，谢谢。我是不知道生小宝宝会怎么样啊！我先骑上去玩一下哦，我想看一下它有什么功能。它会跳，哦，它的跳就是感觉还蛮愉悦这样子啊。右键是什么？哦，吼声。C 键是把恐龙暂时性的咬住，还是？永久咬住，因为我刚刚把它放开，它就把它放开了。我试看别只好了。这是什么龙啊？腕龙？有没有腕龙？没那么小只吧？有迅猛龙，真正的迅猛龙。这个速度很可以哦，这是斑龙啊，这个咬是斑龙的技能，又一只我没看过的东西出现了，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棒了。我们晚点再回来看他好不好？反正这种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嘛。哇，大象啊！来，哎、欸，干你老是错觉！哇，吓死宝宝了，但宝宝不说。哎，放尊重一点，是我的猎物啊！稀赫，中看不中用，是我的猎物，你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动作还蛮快的嘛，这个象哥，象哥哥，呼叫，哦。
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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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我会被他玩死。像哥哥乖，啊，他是母的，像妹妹，像妹妹，像姐姐，像姐姐，像姐姐不要。大象可以跑那么快吗？像哥，像哥，哦，像姐，像姐。哇，我觉得我们有点不够了，这个。不过还好啦，它的体积够大，那根本就像是藤原拓海漂移啊，他把这里当他家在开啊，也是这一版就是他家，我是入侵者。哦，啊，这是古代像吧？呵呵。像屁股，你看阿根廷巨鹰在他旁边一点也不惧，好不好？这已经有损我们阿根廷巨鹰的名号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有损他啊！冲啊！报仇！哎，有什么不能动？可以啊？不对啊，刚刚跑那么快，你现在就软了是怎样？哎。这只大象不能采果实，失败。它不能采果实啊，失败中的失败啊！它会吃马铃薯啊？哎，它吃马铃薯啊！然后这边也没什么恐龙。哎，我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左上角。那我卡住了。是加7-8%左右。哎，这是什么能力啊？哇，这个速度非同小可。我错了。哎呀，速度好快啊！吓死人了！我右下角我是中什么毒啊？鼻涕虫啊！哦，超快。我跟不上，他怎么可以那么快啊？那60才吃哎、欸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这一只龙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哎、欸。除了它的背鳍之外，啊，除了它的背鳍之外，哇，哎，我还蛮喜欢它的配色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而且说真的。它这个的纹路啊，是他们那个玩家自己设计出来的纹路。这个纹路好像远比那个官方方舟做的恐龙的纹路还要来得更精致，有没有感觉？哦，甚至我都感觉到它的毛细孔都跑出来了呢。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好细哦。哦，这个有没有像那种公园路边的那种石头？有没有摸的时候有颗粒？啊、哦，有没有像？有没有颗粒的那种感觉？酷！啊，又卡了！哦，真的很快！哎，我可以直接把它咬起来哦！啊，这个吊不起来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它堵我了！咬死它，咬死它！功力速度也是很快的。我们的古巨蜥在跳探狗。结束。然后他空白键好像不能跳的样子，对啊，空白键不能跳。我们刚刚可以，我们刚刚有把那个翼龙雕起来啊，我们雕一下射足兽看看好了。左键嘛，啊，右键只是吼而已啊，左键。为什么这个雕不起来？奇怪，啊，刚我那个是怎么雕的？莫名其妙中的吗？
这边有个喂食鸟，看行不行？它算是小型生物吧。哎、欸，破土破土。